那一天，两个机器人抛下一切，来到了被大海淹没的世界尽头。这里是人类曾经的伊甸园曼哈顿，但现在只剩下一片断壁残垣。乔小心地驾驶着直升机，穿行在倒塌的大楼下方。巨大的水流倾泻而下，他们终于看见了雄狮落泪的地方。那是一头巨大的狮子铜像，而且这里还有不止一座落泪的雄狮。他们终于来到了此行的目的地。乔把直升机停在了大厅中间，现在只要打开面前的这扇门，大卫就能变成真正的人类小男孩。但他却在这里看见了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机器人。直到这时，他才发现，原来他并不是独一无二的。大卫发了疯似的破坏着周围的一切。这一幕吓得乔转身就逃，愤怒已经让大卫失去了理智。直到研发他的博士走了进来，他告诉大卫，这一切都是对他的一场考验。只要大卫凭借心中的爱找到这里，就证明他拥有了人类
沉入海底，把他带进了小木偶的世界。这里曾经是一片游乐园，在经过大山和大海的寻爱之旅后，大卫终于来到了蓝仙女面前。哪怕童话中的摩天轮倒下，依然不能阻止大卫变成真人的渴望。他一遍又一遍地祈求着蓝仙女，让他变成真正的人类小男孩。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把我变成真正的小孩。但蓝仙女只是面带微笑地看着他。就这样，大卫向蓝仙女祈求了2000年，直到电量耗尽，海水冰封，冰雪覆盖了整个世界和海洋。人类文明这时已经彻底消失，外星人掌控了整个地球。他们驾驶着飞行器来到海底，重新启动了一个机器。小男孩跨越了2000年的海，蓝仙女依旧栩栩如生，面带微笑。大卫从来没有这么靠近过蓝仙女，但在被冰封了2000年后，蓝仙女却在他面前碎成了粉末，同时破碎的还有大卫变成真人的渴望。外星人这时读取了大卫的记忆，等大卫再次醒来的时候，他已经重新回到了自己以前的家。他找遍了所有房间，这里已经没有了妈妈的痕迹，但他终于看见了真正的蓝仙女，而这一切只不过是外星人给予大卫的一个美好的梦。大卫对于他们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，他们希望大卫能获得快乐。大卫向蓝仙女许下了自己的愿望，把他变成真人小男孩，这样他就能得到妈妈永远的爱。但蓝仙女说她也做不到，大卫希望能看见自己的妈妈。蓝仙女说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年，除非有妈妈的身体残骸才能复活。就在大卫陷入绝望的时候，泰迪带来了妈妈的头发。没有人知道，泰迪其实也希望得到妈妈的爱。大卫拿着妈妈的头发，让蓝仙女把妈妈带回来。外星人在经过商议后，让蓝仙女同意了大卫的愿望。一切好像又回到了2000年前。从没有得到妈妈爱的泰迪再次缝起了自己的肚皮，直到一阵敲门声响起。外星人这时出现，告诉大卫他们可以把妈妈带回来，但时空轨迹只允许复制人存活一天，之后就会永远消失。大卫依然渴望见到自己的妈妈，哪怕是和妈妈生活一天也行。外星人满足了他的愿望。当大卫打开妈妈的房间时，妈妈正安静地躺在床上。大卫轻柔地掀开妈妈的头发，她的脸上已经布满了泪水。这是大卫最快乐的一天。这一天妈妈心里没有烦恼，也没有爸爸和马丁，只有他和大卫。他们和泰迪一起捉迷藏，给大卫过只属于他的生日。等妈妈的意识快要消散的时候，他终于说出了那句我爱你。人类把爱刻进了机器人的硬盘，让机器人明白了什么是爱，可人类自己却忘记了爱的真谛，只留下了充满爱的泰迪在2000年后孤独的守望。或许泰迪才是大卫的蓝仙女。